你从来不照镜子，每天都照。你觉得你有机会吗？我也有。你没有。是，我知道机会很难得，我愿意等。你不用等，永远都没有。永远是多远啊？永远就是从现在直到宇宙毁灭，懂了吗？那宇宙毁灭之后呢？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这个，又不行，又没有自知之明，还不死心，整天出来搞事情。我们要吃饭，你不是送饭的吗？对不起，导演，打扰大家了。带他出去。试着把头低下来，有点害羞，等对方慢慢的抬起你的头的时候，你再说。老师早。眼神太死了，再来。要带点闪电的眼神啊。老师早。闪过头了，再来。稳一点啊。老师早。死不瞑目就是这样，你是想吓死人是吧？再来，自然一点。老师早。